我是一个滑雪的狂热爱好者，我开了自己的车从拉萨开到阿勒泰，然后一路上一共行驶了大概有4000多的公里，一到新疆阿勒泰，哇，太美了，真的太美了。路上那个雪呢特别厚，而且那个经过汽车积压，那个雪面呢特别的流畅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上面可以去滑雪一下，试一下。然后下面也有，刚好也有便利店啊，刚好可以从家里滑到便利店去买吃的。我觉得这是全中国都没有办法能做到的一个城市，从未体验过这样的一个，所以我觉得这真的不愧是雪都。现在准备要滑到2月中旬，对于滑雪者来说的话，我觉得这里是应该是一个天堂。